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世纪电视台，我是杨小梅。今天是9月23日，首先为您报道社区新闻。距11月2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还有一个多月，目前呢，选战进入了最后的冲刺。今年一州议会的总选中出现了历史上的首位华裔候选人，他就是现年43岁的 Hamilton Chan 张红，他将代表共和党参选一州国会第17选区的州众议员。21日，张红首次来到南华部会见华文媒体记者，畅谈了他的竞选初衷和首次参选的感受。Waste and corruption, in our inefficient state government. 凭借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改变政府，这就是张红最简单的初衷。他的竞选纲领是终结例行政治，为政府财政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I believe that we deserve a better government. Here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I think here we deserve good schools.I believe we deserve efficient government that serves.The children. I believe we deserve an efficient government that serves the aged and the most frail and the most in need in our community. 对于目前正在热议的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是否应该延续，张红指出，高税收就是就业的杀手。This in my pocket and spent the way that I want to spend it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e other way, which is.It's taken from me in a service fee, user fee, permitting fee, business tax, income tax. Take this $3 from me and I give it to the government. They give it to 20 people, 50 people. They break it up. I get $1 back to make that decision. Higher taxes is anti-job. Higher taxes are anti-small business.随着投票日的接近，他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面对挑战，他也充满了信心。他的这份能量和活力，让周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I feel energy. I feel excited that what I'm doing is being noticed, and not just by my wife because I'm not home. not just because my.My kids don't see me as much as they did earlier, but I'm excited because people are energized. We all feel as though what we are giving to government with our taxes and our fees, we all feel that we are not getting what we need back.张红的父母早年来自台湾，祖父是著名的国画大师张谷年，父亲张正阳是著名的泌尿科医师。张红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后获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多家大公司的高层主管，目前和太太以及4个儿子住在北郊。据悉，身高近190公分的张红文武双全，他不仅担任足球、棒球、篮球教练，在舞台上高歌一曲也能轰动一片。一州国会第17选区包括了 Northbrook, Northfield, Glenville, Morton Grove, Winneka, Wilmette, Evanston 和 Skokie 等。亚裔选民占17%。担任该区州众议员10多年的现众议员 Elizabeth Carlson 今年将竞选联邦众议员，他力推 Hamilton 张红参选接替他的职位。同时，张红也获得芝加哥小熊棒球队的老板等该区名人的背书。新世纪电视台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州军保险，美国第二大互助保险公司 Farmers 的总统冠军和顶级代理，80年的国际品牌，让保险赔付过程顺畅快速。我讲广东话，我讲国语，我们讲你的语言。州军保险，顾客优先。由专业教练执教的芝加哥驾校，为您提供专业完善的速成教学，无论远近都可上手交车。芝加哥驾校地址2314 South Wentworth， 电话312-848-6888。芝加哥驾校带您踏上美国路。
郑金光脚科医师，脚科医学博士，具有18年的临床经验，治疗平足症引发的脚骨变形等各类脚科疾病，先进激光技术轻松解决足底锐油顽疾。郑金光医师华埠诊所地址601C31街，电话312-949-9999。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过上美容院染发的经验呢？现在不管是银发族还是年轻族，都是染发一族，不只是为了遮盖白发，也为了让造型更出色。想知道如何有效又安全地拥有一头持久亮丽的发色吗？今天一定要跟各位郑重推荐诺美雅真黑护发染发乳。朋友们，你们相信只要10分钟就可以自己轻松同时完成染发跟护发吗？这一包有分两剂，只要同时挤出，一等量比例在手中搓揉起泡，使用在打湿的头发上，搓揉按摩5到10分钟，再以清水洗净，洗发、染发、护发一次完成，无臭味，好方便，好神奇，是不是超级简单呢？所使用的成分也都经过卫生署许可，不但有国家合格的药妆字号背书，也通过了 SGS 的检测，不含汞、砷、镉、铅等重金属哦。只要短短10分钟，头发就可以轻松染黑。水溶性的成分用清水轻轻一冲，不用担心残留。而且这个产品最特别、最珍贵的设计就是真空包装，要用再拆开，不会有接触空气过久因氧化而影响使用效果的问题发生。无论男女老少都很适用哦。呵护美丽的秀发，省时省力省钱，好方便。诺美雅真黑护发染发乳，芝加哥销售代理，电话312-808-9469，312-808-9469。